另外来看到是在非常热闹的阵头啊，这是在全国的城隍大会师仪式到金门去举办，不止台湾超过27家的宫庙来参与，就连在中国大陆也有15家的宫庙来参加，这场面是相当热闹。金门热闹迎城隍，来自两岸三地的城隍爷大绕境，让金门变得好热闹，各地的阵头大比拼，不输人当然也不能输阵。觉得很好啊，很成功啊，以前在印尼但是没有这么壮观的。传统的迎城隍绕境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来参加，就连小朋友也成了主角。更精彩的还有这一个传统的福年，可是象征了成年仪式。对我们来讲，这是一份的荣耀啊，因为可以啊服务神明，同时呢也可以啊祈求神明的保佑，尤其是我们的城隍爷今天啊来出境，所以啊个人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来参与扛脸的这个活动。城隍爷圣诞绕境，民众也诚心祈求保佑，毕竟这两岸三地的城隍爷齐聚一堂的壮观场面，在金门也是头一遭。中天新闻金门综合报道。